三观在已经走过了一年的风风雨雨，然后在这里呢，我首先感谢广大用户对于我们的大力支持。作为一个海外的游戏公司，然后我们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给我们更多的支持与帮助。我们也会很努力很努力的去了解韩国的文化，了解韩国的用户，然后能够为用户创造出更良好的游戏体验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能够陪伴大家，然后给大家带来好的体验和快乐，然后感到非常开心。希望在接下来的更长的日子里，然后能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。谢谢。韩文版苍龙一周年了，在此我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厚爱与支持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更加努力地为大家创造出一款好的产品。谢谢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然后在这一年内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完美的地方。在后面的日子里，我们会继续的努力，制作游戏体验更好的内容，以及那个一些质量更好的一些服务来回报大家。你们的努力，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鼓励，谢谢。